个错字一箩筐。错字一箩筐是什么呢？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测验，考验大家的国文程度。题目就在这里啦，是前仆后继。先把你觉得错的字把它圈出来，然后把正解写在旁边，请大家作答。记得要把错的圈出来哦，各位。所有人，请把你的答案亮出来，给镜头看看。哇！我没有那么多。你认为它是错四个字就对了，因为那个有铺满嘛，对，钱要把它放在铺满嘛，然后变得很厚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交给这个专业的技术人员。彤彤，我写这个也是有意思，前仆后继的意思就代表大家很拥挤嘛，对不对？很拥挤的时候呢，就很容易破街，人挤人，对，扑街的意思，打的意思，对。我这个也是一番见解，是这个是口字嘛？其实前仆后继呢，它是一个人的。那怎么念？那怎么念？没有啊，就是前前仆后继。前仆后继是看不起别人不屑的意思咯，就是一个来了，我跟林佳琪的，我跟佳琪姐的答案是一样的，因为前仆应该是有动，推挤，会用到脚，哎，所以应该是用到足。对，我也觉得是应该是扑倒话是脚会跌倒，对，可是你们那个足部应该不是念扑哎，对呀，应该是扑扑，应该不是个破音字啊，对啊，是吗？其实很多，但是还好啦，你们两个破音字我可以接受啦，后面那个如果想破音字我就受不了。哎，真的，这个是扑吧？那个是伏特加的扑好吗？伏特加。那叫匍匐前进。我的解释，我的解释跟同事一样，就是前面的人趴下来，后面的人就跑过来，然后就踩上去。啊，可是那字不是应该这样写吗？你那是是，你那是前面的人倒下去，后面要去扶，要扶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正解是什么。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很难的，这个真的很难，真的。三，我们的彤彤，只有彤彤写正确，你们几个在干什么？所以至少我的观念是对的啊。有人知道前仆后继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吗？不怕死，要勇往直前的感觉，像勇士要牺牲自我去牺牲自己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那我这边为大家造句一下好了。好，革命烈士为了拯救国家，前仆后继的精神令人非常的敬佩。我也来造个句，现场有人要造句吗？好，我也来造个句好了。你来造，因为林道远太帅，美女前仆后继的来找我。果然是不怕死。哎，干嘛干嘛干嘛？他前仆后继啊！你真的不怕死？不谦虚啊！那你造个句啊，看看。我为了维持这么曼妙的身材，前仆后继的吃很多的食物啊。乱用。对，不行这样。好了，第一次就是勇往直前，不怕死。一次大家学到了没？好，经过我们小考验之后，赶快来抽出我们今天挑战者是谁。抽到鬼牌就要进行我们的挑战喽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抽到鬼牌的即将要挑战哦！现在牌已经洗好喽，请选择。好，请大家把牌放在胸前哈，数到三一起亮牌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好可爱啊！真的，那是我。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鬼牌是我。进行我们的错字一箩筐。来挑战的，有。先让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。好，看一下这个话题目是什么呢？哎，不容易。是我们的一篇文章。哎呦，我念给大家听哦。好，今天我们不厌其烦的吃着早餐。这是老妈老态龙钟辛苦煮出来的。太好了，辛苦了，太好了。因为地瓜卖完喽。
妈妈只好黔驴技穷的削些芋头来滥竽充数。我们贪得无厌的杯盘狼藉。哎呦，这个作文的那个顺畅度真的还不错呢。这样写就是完蛋了，好不好？都是错字在里面啦。所以我们赶快来考考大家喽。今天我们的兵家棋到底能不能在一分钟内把五个错别字找出来呢？五个。现场来宾，请选择他是过关还是不过关的，请选择。算得出来啊，应该是没有那么困难。这时候看得出人情冷暖了哈。哎，还好啦，就是支持你的人还是多过我们不支持你的啦。好，大家赶快试录一下我们的佳琪姐，可不可以找出错别字并写出正确的字哦？请作答。凶凶哦，艾辰危险了！哎呀，艾辰跟国碧更危险了，还有还有，最后一题最难，碧哥啊，你确定你这个选择是对的？没错，一、二、五、四、鱼、鱼、二、一、停。好，好的，作答完了，我们请我们的佳琪姐到我身边，让我们来替你带你的考卷了。你选择是不厌其烦的烦，哎呦哎呦，看起来好像应该是对的，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？恭喜你，你啊，大嫂。好，接下来是老妈的老太龙中的钟，到底我们的佳琪姐有没有答对呢？接下来是我们的黔驴技穷的驴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佳琪姐到底答对了没有。对吧，接下来是我们的滥竽充数，你觉得鱼错了？对，我们来看看到底他答对了没有。连过三题的丁佳琪能否一路过关？接下来是我们的滥竽充数，你觉得鱼错了？对，我们来看看到底他答对了没有。哇，是竹子的，哎呦，差一点的，真的差一点点。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杯盘狼藉的藉，到底是不是这个藉呢？啊，好紧张哦，紧张哦，加！哎呀，好，两个部首兑换过来就对了。对啊，好啦，我们的佳琪姐五题答错了两题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所以我们答案是不过关。对啊，我们好想做苦一点，但是没办法，没有，我们不用做，不用做了，就很。所以猜错了，那我们的佳琪姐要进行我们的指定任务，来，鬼脸二连拍。要放下包袱，哎呦，没有形象，没有形象。佳琪姐开始，准备了，鬼脸二连拍，第一拍，拍，第二拍，好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舞蹈员，第一拍，哇，天哪，这不行了吧？二师兄你好，你好啊。第二拍，真的真的，哇，厉害哦，就是要招牌，好累了。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挑战，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二回合美味歌唱秀，赶快来抽出我们今天挑战者。哎呦，好恐怖哦，洗牌，这个太难了啦，抽到谁
是完蛋了。洗牌，来来来，会洗吗？会洗哈、哦。哎呦，哇，好像很厉害呢，赌后的感觉哦。好了，排好了，请选择。哎呦。好，请大家把牌放在你们的胸前，到底是谁抽到呢？一二三，一起亮牌，一二三。美味歌唱秀，挑战者戴上造型眼罩后需演唱一首自选歌曲，唱歌途中裁判会将八种沾有调味料的木棒给挑战者品尝，而挑战者必须在一分钟之内答出其中六种调味料的名称即为过关哦。歌曲呢，再来一首大家都会唱的《分手快乐》。哎呦，分手快乐！好，我们现场来宾，你觉得彤彤今天可不可以过关呢？是我们凭他歌唱的部分会不会过关呢？对，哎，人家有出过唱片呢。是在整首歌曲呢，我会为他八种调味料，能不能在一分钟内讲出六种调味料？六种，到底我们彤彤能不能过关呢？请选择。好，我都看不到谁背叛我哎。情况一定是一面倒，大家都站过关那边吧。临时有人改了决定。不是，我不是临时改的，我本来是站过去的，他把我这样。我挺你，彤彤。好，要过哦。只要是彤彤的我都挺。加油！到底能不能过关呢？马上来进行我们的美味歌唱秀。耶！大家一起来哦。好，咖啡让你暖手。想荡到你心口里的风，你却想上街走走，吹着冷风会惊醒的我。你说你不好受，只有你对他难过。情人节就要来了，剩自己一个，其实爱的人，情人节每天都。吃过哪些调味料？是，哎呦，我们面对这里，面向镜头，好，这样你慢慢回想，慢慢回想，你可以的哦。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，说出六个，你就可以过关喽。嗯，好，计时，开始。花生酱，花生酱，对，甜辣酱，水哦，蜂蜜，哦，哎呦，哇，哈哈哈哈哈，辣椒，辣椒，对，奶油，奶油。四川辣酱，对，还柠檬雨嘞，酸辣酱，还有一个什么？
指定任务耶。下一回合指定任务是情绪演技大考验。最在行的嘛，对啊，哦，你连续都输两个回合哈，我也是啊，哎，你也是，你离他远一点，这种朋友不要交，对，少说嘛，喂，是说你。好，让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情绪演技大考验呢？就是我会把牌掷到你的脸上，然后跟你说，比如说肚子痛，比如说好开心，因为中乐透了，类似这种。情绪演技大考验，我们的道员开始喽！哭笑不得，但是知道中乐透很开心。非常好，我觉得你可以过关了。OK， 好 ，OK， 好。来来来，接下来我们磊磊，预备开始。磊磊笑里藏刀。哎呦！哇，好好锐利的刀哦！磊磊牙齿痛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可爱哟！哎，真的。等男朋友等得好累，打哈欠。打哈欠，不小心一个大尾牌。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你够厉害，厉害。马上来进行我们第三回合国字之多少？哎，这一回合一样考验大家国文程度。对，我们知道现在现代人常用手机、电脑帮你打字，你看忘了字怎么写？真的，忘了是几乎都忘了。到底谁会抽到我们的鬼牌呢？哎呦，好紧张哦！来，好，让我来为大家洗牌一下。好，到底行不行啊？你这个没办法当荷官哦。排好了，请选择。啊，要哪一张？好，到底是谁抽到我们鬼牌？一、二、三，请亮牌。哎呀！马上进入我们的国字知多少？开玩笑，我是成大经济系的。哎呦，真的、啊！曾经考过大学，经过计算，西哥都拍手。西哥都拍手。哎，我本来对你信心满满。好，那我来告诉你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好，我们今天题目是“金字部首”的字。哦。在一分钟内要写出十个哦。金光闪闪。而且不可以写错字哦。OK， 好。到底我们的 B 哥可不可以在一分钟内写出十个金字部首的字呢？好。过关不过关？请选择。来，不要想啦。你们最好相信。哎，怎么可能会？佳琪，你会输得很惨，我骗你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两个很衰，我真的。没想到出现戏剧性的变化。对，行不行？哇，那是 B 哥。部首很简单很多哎，真的，你对 B 哥有信心对不对？有信心。你看他脸，你看他脸。计时一分钟开始。好，好，漂亮。马上三个金出来了，心藏的心，很好。一个字就已经表现出它的内涵了，好吗？哦，完全是照基础的方面来想。漂亮，非常好。马国碧，为什么我爱你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因为你有智慧。马国碧真的能完成写金的指定任务吗？计时一分钟开始。好，好，漂亮！马上三个金出来了，心藏的心，很好。第一个字就已经表现出它的内涵了，好吗？哦，完全是照基础的方面来想，漂亮，非常好。马国碧，目前。
有。好，第一个三个金，星星，答对。银，金字部的非常好，答对。红，非常好，也答对了。铁，也很明显的答对了。钞票的钞，钞票的钞，很好，答对。锂电池的锂，你可以写清楚一点给我们看吗？就是那个啊，锂啊。你最后完全是以画符的，没有，让你对，那个就是铅笔的铅，铅笔的铅，钠，一种化学，对，钠就是那个是化学，我们化学课都会吃。小钟哥的钟，金钟的钟，金钟，还有我们刚刚有上过课的老态龙钟的钟，耶。毕哥之前呢，我发现有一个小小的瑕疵。什么啊？这要交给大，不是你啦。你的那其实笔画正确应该是这样，一个金字旁，对不对？对。旁边是这个样子的，入而不是人。不会啦，差一点点。但是情急之下，他已经很不错了啦。对啊。再给他鼓一鼓，恭喜波波。好，恭喜我们的白嘉琪，还有我们道元进入我们的鬼脸。连拍，好，衰衰二人组马上来执行我们的指定任务啦！好，来第一拍，很好，很有诚意。第二拍，好歪哦！好，光光，腿这么歪啊！雷雷啊，最想看他的。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请问，请问星星跟猴子哪里不一样？猴子，我不知道。猩猩的舌头在下面，猴子的舌头在上面。哦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来，鬼脸二拍，第一拍。猴子，二拍，第二拍。猩猩，哇！猩猩的舌头在下面，猴子的舌头在上面。在上面哦。来，我们的兄弟姐妹扮一下，一二三。哇，你真是失散多年的姐妹。哇，你们可以去参加猴子军团。哎，你怎么放弃啊？我算了，前面臭美眉，太丑了啦！给你一点表演机会吗？现在表现都非常的好，学到很多国字啊！现在有学到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常常要写情书给女生，不要再 APP 啦。晚上7点半到8点收看。